虎父无犬子啊！我偶像中国拳王周世明训练到个仔成为世界级拳王啊！佢只得四岁咋，点做拳王啊？梗系得啦，轩轩又识打拳，周世明个世界好似得呢个宝贝仔咁，仲唔系世界级拳王？爸爸去哪儿？去到第三季啦，今季嘅星级爸爸有演艺界嘅胡军、柳叶同林永健，仲有台湾节目主持人夏克立，我头痛啊！同埋奥运拳击冠军周世明。呢班星级嘅爸爸带住可爱嘅宝宝去到陌生嘅环境生活，要佢哋自己买嘢。我妈妈到了，记得我的东西在这里边吗？记得帮我拿起来，别给退了。同爸爸一条心完成各样难关。我不想爸爸离开我，住手。记住逢星期六在 TVB Window 台收看这套又感动又欢乐的《爸爸去哪儿三》啦！有漂亮吗？